周杰伦最近迷上打高尔夫球，教育广阔的周董球友也是很大咖。今日世界球后曾雅妮相约打高尔夫球，甚至亲自教对方打球，并点出最大问题。对，再高一点，对，好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你知道问题在哪吗？问题就是打得太好，你后面的人会让他很紧张。此话一出，逗得曾雅妮大笑。周杰伦在 IG 分享这段影片，并写下“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雅妮面前打高尔夫”。两人的互动笑翻一票网友，直呼果然是周董，连打高尔夫都在装屌。也有眼尖网友发现，周杰伦拿的球杆竟然是粉红色，哥粉色的球杆好亮眼。也期待样样精通的周董下次抛出自己打高尔夫球的影片。